经理，本节课我们主要复习少林鹰手棍一至十六动作，学习马步挑棍运行路线和马步挑棍攻防含义。下面请看鹰手棍一至十六动作演练，预备。站立，预备式，马步抱棍，提膝拉棍，弓步背棍，马步挑棍，上步挑棍，弓步盖打，蹼步摔棍，弓步拉棍，右虚步推棍，左虚步推棍，弹腿挑棍，转身扫棍，左弓步扫棍，钉子步背棍，阵脚侧踹，收，下面请看鹰手棍一至十六动作背面演练，向后转，站立，预备式，马步抱棍，提膝拉棍，弓步背棍，马步挑棍，上步挑棍，弓步盖打，蹼步摔棍，弓步拉棍，右虚步推棍，左虚步推棍，弹腿挑棍，转身扫棍，左弓步扫棍，钉子步背棍，阵脚侧踹，收，向后转。下面请看鹰手棍一至十六动作侧面演练，向右转，站立，预备式，马步抱棍，提膝拉棍，弓步背棍，马步挑棍，上步挑棍，弓步盖打，蹼步摔棍，弓步拉棍，右虚步推棍，左虚步推棍，弹腿挑棍，转身扫棍，左弓步扫棍，钉子步背棍，阵脚侧踹，收。下面请看马步挑棍动作演练，马步挑棍，上步挑棍，起立，马步挑棍背面动作演练，向后转，
下面请看马步挑棍侧面动作演练。马步挑棍，走。上步挑棍，起立，向后转。下面请看马步挑棍动作运行路线。左手反手落在腋下，抓棍，棍柄向正上方运行，棍身贴身，同时上步，棍柄从下方向前方挑出，左手压在腰间，起立，向后转。下面请看马步挑棍背面动作运行路线，向后转。左手反手抓棍，落在腋下，同时棍柄向前滑动，向上，棍身贴身，棍柄向后，上步同时棍柄向前挑出，棍梢左手落于腰间，起立，向左转。下面请看马步挑棍侧面动作运行路线。左手反手抓棍，棍柄向前向上滑动，棍身贴身，棍柄从下向前上步，向前挑出，棍梢左手落于腰间，起立。接下来让我们学习马步挑棍的动作攻防含义。当对方正面进攻的同时，抽棍隔挡开对方的进攻，上步马步挑棍击打对方的下盘，或者上步从腰间发力击打对方的腰部。下面请看马步挑棍背面攻防含义。当对方正面进攻的同时，隔挡开对方的进攻，上步挑棍击打对方的腿部，或者从腰间发力击打对方的腰部以及头部。下面请看马步挑棍侧面的动作攻防含义。当对方正面进攻的同时，隔挡开对方的进攻，上步挑棍攻击对方的下盘，或者棍身从腰间发力击打对方的腰部以及头部。本节课到此结束，希望同学们下去自主练习，敬礼。